以三，感谢神啊，赐给你一个宣教的心，让我看见你善良的心，对人的爱，让你能够在儿童病房照顾儿童，让我看到你善良的一面。但是呢，我还是看到你有一个东西是没有的，这个东西啊，我跟上帝祷告，向神祈求，就是幸福跟快乐，希望我能够带给你幸福跟快乐。阿门。给红包，给红包，对，谢谢你站哦，对，好，谢谢你站。以三，我会啊，让上帝给我们的祝福，以及信心，来帮助我们去面对任何的问题。耶，第二个，第二个是，我会用我最爱你的心。以及，我全心全力的去照顾你。医生有听到吗？医生好像没有听到呢。我会用我一辈子的时间去照顾你，让你成为一个幸福的新娘。还有，医生，我爱你。可以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我是你们的宝贝女儿医生。谢谢你们三十几年来的照顾、陪伴、包容。我知道从小到大，我很多时候让你们担心，甚至睡不好。让你们难过，因为我说了伤害你们的话。还有很多时候，我的行为、我的行动，都让你们真的是又烦恼，又长了许多白头发。可是我知道，我即便如此，我感受到你们对我的爱并没有因此而减少。我好感谢上帝，好感谢你们给我一个这么棒的榜样。感谢神让我可以在你们的翅膀荫下成长。你们是我最爱的父母，也是我最好的榜样。到现在，你们还是很努力着，坚持地过着你们的生命跟人生。我在你们身上真的学习好多好多。以后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吃好吃的，吃对的食物，好好的睡休息。也许你们也可以透过祷告，把你的烦恼跟上帝讲，他会给你们平安，让你们不要担心。我很爱你们，我真的很爱你们，谢谢你们。一定要好好的继续过精彩的人生，我爱你们。
景文，谢谢你这些日子以来的包容跟接纳，我会继续的帮助你，陪伴你，谢谢你。